疗团队齐聚，祝福汤先生换心成功，迎接新生。从心肌梗塞抢救、等待换心到手术成功，共经历了一年八个月。我们陆陆续续还装了叶克膜，装了短效型的这个心室辅助装置，然后最后因为很长久的等待移植啊，它都等不到心脏，所以我们也跟他装了长效型的心辅助器，也就是说的心瓣三号。那他装置完之后呢，在去年十月份的时候出院，继续等待。配对过八次心脏，但和汤先生都出现排斥，终于在第九次配对成功，术后两周恢复良好，顺利出院。要祝福你的。就是祝福你的平安，挂在你手上。很谢谢那个慈济的团队，能够帮我，然后帮我把我的身体，把我的那个整命救起来。也谢谢捐赠给我的人，那也谢谢就是当初我昏倒在那边，有一个不认识的阿姨，好像帮我救我。这次我们配对成功，觉得很不可思议，美梦成真了，就是我们要开始新的人生。重获新生的汤先生感受到许多人的爱，未来也会付出自己的力量，帮助更多的人。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。